好的，我目前所在的是江西萍乡上立桃园村大桃园地区，我身后就是我的老家，爸爸是从这边到台湾去的，所以说我是在台湾出生的，并不是在这边出生的。后面整个山头上面都是我们周家人住的地方，整个山头都是。前面看到这个整个半山头，这些房子都是周家老屋厂的，早期住在这边，现在年轻一辈大部分都已经搬到城区去了，只剩下一部分人还住在这里面。前面这些土地啊，几乎都是他们平时在这边种植东西的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。这是周家老屋厂的标志，来到这里热情地放鞭炮迎接我们。现在盛产西瓜，所以说都是用西瓜还有葡萄。七叔，你的烟斗借我拍一下，你的烟斗借我拍一下，烟斗这个古董啊，对，这个古董他自己种烟草，自己拾，自己抽。哎呀，还有这么长的，我知道，大家好多，还有很多根烟斗，我知道。走啊，都是我的插的香啊。哦，挥挥手，我把镜头还没有，我回去会剪片，来，等一下，
好了，镜头不要跑，不要跑 ，OK。欺负叔叔。好了，开始，挥挥手，调好了。有摸，心都在里面了。嘿嘿，大家都是亲戚朋友，全部都是周家的。来，大家挥挥手，跟着镜头挥挥手。哦，不要进去，赶快！来，大家比耶！耶！你输进来，你出去了，出到镜头外了，你这样我还要调。技师要来照了，这边。啊。技师，你在后面叫来照。好了，挥挥手。七叔，你赶快过去啦！要不重拍一个？好啦，我在录影，你们都无所谓，反正我到回去会剪。来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挥挥手。什么肉？牛肉啊！没有，我坐那，坐那，我坐那。哦，我坐那。我来过一盘子的。你们坐这啊，你们坐这。坐这。在外面吃饭的感觉很舒服。我那来点雷，我的油来不了。我的油来。耶！耶！不油的，啥干不油的没事。都是辣辣辣，非常辣，一般辣。这个辣辣辣，这个也很辣，一点都不辣。这个东西就是扣肉，传说中的江西萍乡的扣肉，上面涂了一层好厚的辣椒。这个呢是草鱼，看到没？也是辣辣辣，辣辣辣辣辣辣辣。
还有个你别的书啊，啥的？妈。车车车，后面车。再见再见，我要走了，拜拜拜拜。啊，再见。再见，有人在这边。好，感谢亲友一天的招待。这影片是我在屏乡上立桃园周家老屋场所拍摄的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们下次影片见。